需要看相的缘主可私信咨询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，从眼睛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智、精气神与能力大小等。若是一个人的眼睛黑白分明，眼中露着精光，则这样的人大多数都是深谋远虑、大城府之人，他们懂得算计，有头脑，知道如何得到对自己更大的利益，而且这样的人大多数也都不会有明显的容人之量，一旦有人破坏他们的事业，必定会报复过来。所以这样的人在仕途上走得更远，但是心肠不好，不可以深交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